朱曼娘不见得是个好人。他去余家哭诉不见得是个好人，你吊着齐恒你就是个好人了？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小姑爷他心里头有你，这事儿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你对他这是欲擒故纵，把他攥在手里像个风筝一样，紧一紧他便来了，松一松他便得走。好好一个七尺男儿，这不是让你给糟蹋了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和他话都不多说一句，通半点一句。你内心污秽，看人也污秽，为了自己日子过得舒坦，就去祸害我余家姐姐，还现在还来污蔑我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去祸害余家姑，我应该来祸害你们盛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若执意要娶你，你那老父亲难道不会把你许配给我，让我祸害吗？你敢？信不信我跟你拼了？拼？你拿什么跟我拼？这世上有山头，有水可以跳，我哪里不能拼？我这辈子做比丘尼，我做道姑，我嫁去陇山做一辈子，我放牛耕田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